油条啊，上刀山，下油锅，好不容易粘在一起，可最后还是分开。天意呢？他还好吧？啊，刚刚看到他了，他好像也没什么，就是有点儿，怎么说呢？飘忽。怎么个飘忽？就走啊，这样吃个早餐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油条啊，上刀山，下油锅，好不容易粘在一起，可最后还是分开。要不你别吃油条了，来吃点炒面。筷子，一开始在一起，可最后还是分开。哎呀，你说那是一次性筷子，什么是好筷子啊？拿得起，放得下，不分开了吗？跟他也行，跟他也行，努努力跟勺都行，你得这样。那就更惨了，连在一起的机会都没有。嗯，哎，天意，你的电话响了，你不接吗？哎，接什么呀？又不是爱情呼叫专一。你张总，万一有活找你呢？喂，方导，我这边有个活，你要不要接呀？接什么活啊？我都不想活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怎么了？用负能量淹没咱们。你来我办公室，咱聊聊费用。喂，方导，方导，说话呀！人呢？我吃饱了。失恋的我见多了，失完恋以后会瞬移的，还头回见。就，哎，拜拜。你们先吃啊，我给他留一点就行。这世界很酷。